大家好，我是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一军。指挥中心根据疫调评估，公布个案公共场所活动地点。如果您曾出入个案相关活动地点，请自主健康管理至接触后14天。期间如出现发烧、咳嗽等症状，请佩戴医用口罩，尽速至指定社区裁检院所就医。您可至疾管署网站或拨1922专线查询与您最近的裁检院所。提醒您，自主健康管理者就医时不可搭乘大众运输，并请主动告知相关接触史。自主健康管理期间，请避免出入公共场所，外出请戴口罩，早晚量体温，随时注意自身健康状况。指挥中心关心您。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飆股特快车，我是松，带你轻松赚大钱。今天呢，指数稍微回档，一样创历史新高。来，今天指数创历史新高，差一点点啦，收盘价在历史新高附近，昨天还是历史新高哦，所以今天稍微回档一下，你不用紧张，你只要买对股票，你一样赚到翻掉。老师在夜空表内隆中涨停盘，全市场最标的 IC 设计，我们的股票；全市场最标的铜，我们的股票，今天全部涨停板，不是今天涨停板，老师，天天涨停板。老师，你的公平来，大家都涨停板。你知道我会员每天开盘哦，把就一百开200万，一百开200万，一百开200万，太激动哦，又掉下来，刘磊。老师，把就是买几条200万，所以呢，你要知道哦，他每天都希望赶快开盘，然后开完盘了，哎，好无聊哦，赶快收盘好不好？有没有？然后下午我就很兴奋，然后跑去哦，找亲朋找朋友、哦、开始哦，有没有？去投啊，睡哦，好开心对吧？回家哦，每天睡不着觉，为什么？哎，老师啊，我困不起眠呐，为什么？每天在想，哇，明天我股票又会不会跳空涨停板？太爽了！我还再强调一遍哦，你不要看今天跌，你根本不用紧张，要有信心啊！我要来这列客说，让我的标股来当你的靠山啊！你什么都没玩了，老子你的股票全市场最标，我有你信不信？你真正老师，别想，我唔知，我跟你讲，我有没有告诉你？我们不要看太远了，就讲最近就好了。这里跟这里，我都拿同样的东西告诉你，所以这里也一样啊、不管它有没有压回来，拜托你一定爱背。为什么？这种急回的 K 线会把很多人吓出场，会让很多想做多的人又不敢出手。我问各位，这落去300点呢，300点都要救起来，惊都惊死啊，对不对？要不要害怕？不要害怕。这里大跌下来，哇！老师6000多亿，惊死人，史上巨量，不要害怕，今年叫大多头，会把很多人吓出场，会让想做多人又不敢出手。多头就是如此，只有信心坚定的人才能够大赚。你没有信心，我给你信心呐、啊，每天给你信心呢、啊。老师别信，你只要买到我们的股票，你都不用烦恼，你都不用担心，对不对？来，会惊未？杀得好，太棒了！我们的低阶的机会又来了。我不要跟你讲太远了，就讲最近就好，是不是最低点？是不是？要不然被高有跟他跌的被，我已经跟你讲过了。请问有谁不知道台北股市会喷出？老师怎么又喷出了？怎么又喷出了？有谁不知道的？台北股市动不动就会喷出，总是会有休息的时候，总是会有让你上车的机会。那你不能他休息了之后你又不买，老师他喷出了，所以我不敢买。那现在他拉回来你还不买？不然你什么时候买？
涨你也不买，跌你也不买，那你什么时候买？来，为什么要买？哎，钱一直进来啦，钱一直进来啦，钱有没有进来？那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哦，热钱不断的回流，热钱的不断的涌入，你在怕什么啦？对不对？什么叫做看到未来？老师，现在全市场最标的是什么？我有没有讲？我买电子股，全世界上高标的电子股，第二股呢？我在我们会员的手上，我所有会员都有。老师，现在传产上高标的股票是啥？铜。好，我的会员就报铜，全市场最标。我不要再解释了啦啊、哦！这叫长期趋势啦，看有无？因为这啦，哎，难道我没有讲吗？台北股市最标金属原料。现在哦，你每天报纸打开，电视打开，全部都在讲铜，全部都在讲铜。好，现在大家都在讨论铜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告诉你，来，汽车需求暴增，所以铜会飙涨嘛。可是大家忘了还有钯金哦，现在是今天跟金有关的全部都涨停板，对不对？只有中哥的儿子没涨停板。好，那这不是重点，来，钯金攀上新高，不是新高哦，是历史新高哦，来。这已经飙上历史新高、哦、飙上历史新高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什么意思？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哦，铜价狂飙，第一铜飙了好几倍，有没有？龙哥飙了好几倍，华龙飙又也翻倍了啊！请问你告诉我，钯金飙历史新高，你觉得什么样的股票会飙？跟金有关的嘛，对不对？最好跟钯金一模一样，最好是钯金嘛，对不对？其他我不讲了哈、哦。这里用灾啦，请问你告诉我，台北股市跌的时候，谁在买股票？谁在买股票？谁在买股票？你以为他们是傻子吗？哦，老师，他们好笨哦，他们钱好多，都是盘啊盘啊，是这样子吗？这一波行情上来，好像只要敢买的都是赢家，对不对？不敢买的才是傻子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还是要强调一遍哈，你不用去猜高低一点呐，只要方向对，只要有机会都是好的买点，其他的通通跳过，基本面的东西我跳过，我因为我不讲，我讲过太多遍了。好，来，所以我们讲结论哈，来，钱多到吓死人，利率低到虚惊，你怎么可能不喷出？哦，我一直在强调的一件事情哈，因为利率太低的钱没有地方跑，只能投资，只能买股票。那最近政府不在打房吗？好，打房，那我就买股票就好了嘛。好，啊，买股票，股票又一直飙。然后呢，又赚了好几倍、哦、我后面再来买房子，不是一样吗？哦、我的一千万变三千万，哦，我来看看，啊，赶快去跨处，赶快卖，赶快出，啊、哦，因为要投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股票会飙翻天，你不用猜啦，啊，所以跌下来电子要不要害怕？根本不用害怕，上礼拜跌下来的时候，大家惊到要死，我叫你买电子股，哎，当天很多电子股全部杀到跌停板，我说这是你下一波的机会，我有没有讲？我有没有讲？所以呢，阿雄带你买了很多的传产股啦，也你说多也没有多啦，就三档而已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的资金很集中嘛，有没有？那电子可不可以买？可以嘛？我不要跟你讲说我股票赚几倍啦，哦，这赚钱大概啦，每一个人都每天都讲说我的股票赚几倍，还在讲去年。我今天如果看到这种节目，我第一件事情直接转台。哎呀，这个节目一点营养都没有，人家黄老师啊都在告诉我现在要买什么，明天什么时候会，明天什么股票会飙，现在什么正流行，你还在跟我讲去年，对不对？我要跟你讲的是现在准备要狂飙的啦，不是那个已经飙翻天了，对不对？我讲一个最简单的啦，最近我们买什么够人不知道，哎，够人不知道，够了，唔知，趁现在你赶快买底部指标，哎，我都找这个给你啦，有没有？是不是？啊，买不买得到？哎，拉尾盘呢、啊？老师没有涨停板，台北股市大涨还没有涨停板，很憨蛮。好了，有没有涨停板？有没有狂飙？我不用跟你讲，我股票赚多少倍啦，我跟他讲这就好啦。我问你了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有来的，你有没有赚到？你有来的，你有没有赚到？连喷三天，有没有赚到？到这了，老师那打钢龙的盆呐，啊，我来打钢标哎，拜托一下哦，我可没有叫任何人到
没有叫任何人现在去追哦。我不用从头赚到尾啦。老师现在要买什么？现在就要买现在最标的啊，对不对？我在跟你讲说我 IC 设计敦泰赚多少钱，你有感觉吗？你没有感觉吗？我会有感觉，可是你不会有感觉的嘛。可是我现在讲这个你有没有感觉？你有没有感觉？所以啊， 我要强调一遍，你现在跟着我买这只股票，未来你会非常有感觉。什么叫做看它会不会喷到外太空？问老师，真的还假的？我问各位一个问题，现在全市场最标的铜是哪一档股票？请问有谁不知道？有人说第一铜啦，错，那是去年最标，现在第一铜比不上华龙。来，现在全市场最标，我就买全市场最标啦。先看这个啦吼，先看这个啦吼，今天涨停板115%了。哎，我前一档我是叫你买龙科，前一档铜叫买龙科，今年最标嘛，他被干掉了。老师，妹妹被干掉，老师涨一倍呢。然后呢，当今年全市场最标的铜狂飙一倍之后，我跟你讲，我要买现在最标的铜。来，我要买现在最标的铜，11天就跟涨停板，会员赚到快发疯了。老师完全就哇，这只是啊，唔捌吼，哎呦，买股票，买股票，十一天飙九支涨停板，这世人唔捌看过。我自从参加你的吼夭寿棍，哎呦，哎，我什么时候叫你买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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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什么时候叫大家去买这只股票？加啊，加啊！啊，老师你跟我讲，麻烦导播必须啊，喷发的火山，好、哦，你没大赚的，你赶快买。哦，老师你买啥？好、哦，我买啥？老师买啥？哦，老师带你买啥？华龙是不是铜？是不是铜？好来。所以是铜是什么意思？代表跟电动车有关，它叫做喷发的火山、哦、看不出来吗？这一看了怎么被喷发，对不对、哦、有没有要喷发了？是不是要喷发了？是不是要喷发了？华龙你还没大赚的赶快买。欢迎到我家现场，有没有全市场最标？我还需要跟你讲我之前买什么吗？ 不需要了吧。老师上一档也是全市场最标的铜，结果现在变差了哦、我就买华龙，我就带你买华龙，我就带你买华龙。我告诉你，它会喷就是会喷，没喷就是没喷。啊，请问你告诉我有没有喷？为什么？你知道为什么投资人说老师，但你做简单，我够简单的啦，来的有嘛，对不对？贴到多赚，只要你有来，你就赚得到。老师赚钱好简单哦，有无？有影无？有涨停板吗？有个涨停板吗？有个涨停板吗？有个涨停板的阿雄的信徒拢免排队，全部插队，而且插完就是天天涨停板，四支啊，结束了吗？五根涨停板，六根涨停板，七根哎，不是七六根涨停板，70%，有没有？七天70%，七天70%，七天70%。请问这种股票你敢不敢压1000张？不要说1000张啦，你敢不敢压1亿啦？不要说1亿啦，你敢不敢压1000万啦？七天700万啦、哦、老师啊，我、哦、这一辈子从、哦、来没赚过这么多钱，七天就让我赚700万，吓死人了。哎，结束了吗？我忽然一张都没卖哦，还没卖哦，再喷。哎呦，老师那这现行看起来怪怪的，被分盘交易嘛？我嘛不怕多啦哦。啊，老师，股票飙到分盘几次是一种荣耀哦。我们常常有这种荣耀。之前我买 IC 设计，四档 IC 设计全部分盘交易。哎，不是分盘交易叫你买，是买完它主就狂飙，飙太多了。还有修标啊，跟你见过？如果你买的股票飙到最后会被人家警告。哦、那是一种荣耀，你要很光荣。
所以龙科会飙啊，所以华龙会飙啊。哦，老师飙完了吗？哎，已经70%了，哎，70%呢。再飙，关紧闭也没用，再一只就一倍了。好，亮灯，再亮灯，11天9根涨停板，会员赚到快发疯了。我要带我打回来，老师啊，救人哦！哎，股票十一根飙十几高级涨停板呢。哦，哎，拍谁哈？不是会员赚到发疯了哈、哦，不能说会员，不能只说会员哦。全国投资观众都赚翻了，打电话来的也好，看节目的也好，会员也好，赚到发疯了。十一天，你的1000万变成2150万，有哪一个人没有大赚的？我想请教各位，我多几个人没谈呐、啊，我这样子你还没做，我真正是无法度。哎、欸，有多几个没谈？我在哪里告诉你的？有没有？啊，老子咧运气好啦！哎、欸，运气只有一运气会每一次都运气这么好吗？不然你试试看是不是运气啦？哎、欸，老师，这恐怖啦！在一天115%，在一天1000万变2150万，啊，再来一摆好不好？再来一摆好不好？再来一摆好不好？大波段狂飙王，准备大飙特飙的新超级飙股，我要跟你分享，太爽了，真的太爽了，天天涨停板，还有一只，就是这一只，看它会不会飙到外太空？因为老师啊，哎呀，一只有什么了不起？啊，有没有第二只？我再证明给你看。请问你告诉我，泰兴，我有没有讲？哎、欸，我没有跟你讲我安国赚多少钱哦，我会员一定是大赚的哦。哎、欸，我没有跟你讲安国我赚多少钱哦，还跟你解释我怎么做的。我没有跟你讲我端泰赚几倍咯，还跟你解释我怎么做的。哦，那太远了，对不对？最后到最后到最后，我叫你买一档 IC 设计，它叫做泰兴。因为它最便宜，不会受市心影响，你就是买这支。好，一样，为什么会飙？好，今天第十根涨停板，会员一张都没卖，看看这边起笑啊！我老爷救人哦，老师啊，啊来来来，把酒给金杯，老师有预告不？麻烦导播，必须啊，这支啦，我说我要让所有人都大赚，所以我带你买。我就带你买这个，然后我说为什么买最便宜的车用 IC 设计？最便宜的车用 IC 设计，万张锁码量，起标点均线在这里，颈线也在这里。车用 IC 加 MCU 有没有？他的对手是安国，他的对手是瑞昱，哎、欸，瑞昱500多块，要10几块，哦，安国20几块飙到，50块，哦，来回过头来，有没有？我就买泰兴，有没有？哎呦，老师，打给我呢。我们要低调一点，好不好？我没有讲哦，哦，我们要低调一点哦。欢迎到我家去。这不，我也不知道这有什么好低调的啦哦。最便宜的车用 IC 设计，哦，不要再说你没赚了哦。涨停板了，你随便买都买得到，你随便买，你随便买，爱怎么买就怎么买，你高兴买几张就买几张。好，来开始飙，涨停板，涨停板，涨停板，只进不出，一张都不卖，再涨停，再涨停，跳空涨停，7天6只涨停板，有项无赚，赶快一张都不卖。来，然后呢？泰兴暴跌，我说什么？当泰兴打开的时候，我说什么？他暴跌再暴跌，对不对？我说我不要买世新，我要买泰兴再买。我有没有预告？麻烦导播必须啊，我们叫你买这个，我们叫你买这个啊，重点一下。好，来，为什么我挑便宜的？来，我现在来看，今天为什么 IC 设计会反弹，会开始飙？他打开了。他打开了，对不对？他是不是打开了？哎，我再强调一遍哦，我叫你买的是这个哦，我叫你买的是买这个哦，买便宜的哦，不是叫你买这个哦。
这个我，那它打开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 IC 设计又要发动了啊！你不要买错，老师，我买四星，哦，是泰星，好不好？我再讲一遍，然后不要买不对哦，好不好？你看人家怎么标的啦？好啦，言归正传啦，来，为什么会标？不止最便宜了 ，MCU 缺货缺到翻掉了。欢迎到我要现场。那一天我讲的时候是14.2块左右，好像14.2块还是14.3块？切，今天21块，哎，又50%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你前面就跟我买的嘞，买不几倍啊？来，然后他已经跌翻了，他继续飙，他继续飙，外资连买13天，我们一张都没卖。那你要去想哦。老师 啊外资为什么连买13天？他有病吗？好，他买了13天，他扫货扫了13天之后，昨天涨停板，跳空涨停板哦，然后打开哦，对，昨天外资大买，哎，昨天股价创10年新高，外资大买，创下近2年最大买超。请问你告诉我代表什么意思？他买了这么多天，然后昨天开始大买，代表什么意思？开始买盘啊。老师已经本10几涨，已经本高几涨停板了，再开始要喷。好，来来，今天再度亮灯涨停板，10根涨停， IC 设计全市场最标，所有的人赚翻了，所有的人都赚翻了，所有的人都赚翻了。为什么会标我不解释了。10只涨停板，会员一张都没卖，10根涨停板。我们来看一下哦，我第二次跟你推荐的时候是14块多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第一次跟你推荐的时候多少钱？10块。现在多少钱？21块，好像一倍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后面如果你相信我的节目上公开预告，加码的也50%了，连这老师连加码都50%了，已经10根涨停板了，好不好赚？是不是一档接一档？今天全部涨停板哦，华龙也涨停板，泰兴也涨停板，所有会员全部大赚啊！你还没赚怎么办？拜托一下，再强调一遍哦，太爽了！现在还有一档，看它会不会飙到外太空？它叫做大波段狂飙王，准备大飙特飙的新超级飙股，你还没大赚的，你赶快买！都参酒。华龙狂飙115%之前，我说什么？还没大赚的，你赶快买。那个时候的华龙飙了没？那个时候华龙飙了没？你看一下那个时候华龙飙了没？那个时候华龙飙了没？已经超过一倍了，15块、15、16块。现在华龙多少块？33.75。还没大赚的，你赶快买。那个时候我们龙科已经狂飙70%还8%了，对不对？最后飙一倍，现在我请你买这只还没大赚的，你赶快买。哎，我再讲一遍哦，你还没赚的快进来哦，小心又喷到让你受不了。大波段狂飙王今天送给大家，想要大赚的今天什么都不用想，没有人能够阻止你赚到钱，只要有来电拿到你就赚得到，直接送给各位。打电话进广告。财经台，迈向新时代，888惊喜价，888惊喜价，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牛年一路旺到底。惊喜专线02-8511-3366，02-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Live 直播。Live 直播，来不及了！来不及了！定向上线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。我们不断的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
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这是特地为你。啊，那个。啊，火没关。放心，为了瓦斯安全，我已经换装了具备三大安全遮断功能的微电脑瓦斯匠。因为你准备的。跟他在一起最安全了。哦，在一起，在一起。换表真好，安全没烦恼。飙股特快车，欢迎赵伟到现场。你还没大赚呢，你赶快来，我们一起来买这支股票。还没大赚呢，你赶快买，多参球。已经10根涨停板了，已经9根涨停板了，115%了，会员拢赚到要起笑啊，会员拢赚到病去啊，今麦要买啥？我再举一个例子哈，是时间比较赶哈，我们买什么？我带你买什么？买全新底部的股票，农林，来，来，是不是底部？那我问各位，你这个跟我之前跟你推荐华龙像不像？像不像？像不像？好。龙鳞急喷大风暴，好，今天怎么样？亮灯接着喷，我买什么我的会员都知道了哈、哦。好，来重点来了，接下来买什么？接下来就是买这支股票，大波段狂飙王，准备大飙特飙的新超级飙股，小心又喷到让你受不了。想要大赚的，赶快把电话通直接送给各位，打电话祝各位投资顺利，明天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